1913年3月20日晚10:30，虽然已近深夜，但上海沪宁火车站依然人来人往。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好友黄兴等人的陪同下，准备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。汽笛声阵阵响起，宋教仁刚要上车时，人群中突然窜出一个黑影，紧接着砰的一声枪响，宋教仁顿时面冒冷汗，表情痛苦，捂着腰上的伤口大喊一声：我中枪了。等到大家醒悟过来时，宋教仁已经歪倒在冰冷的地面，双手还紧紧捂着受伤的腰部。枪击案发生6小时后，宋教仁在上海沪宁铁路医院不治身亡，年仅32岁。宋教仁身为卓有声望的民国元勋，他被枪杀身亡，一时中外震惊，但幕后真凶究竟是谁，一直争论不休。一度青帮大佬应奎成、时任国务总理赵炳钧、临时总统袁世凯都成为有可能谋杀宋教仁的犯罪嫌疑人。这三个民国重量级的人物会是杀害宋教仁的真凶吗？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凶手？宋教仁被伺候的第二天，上海的《民立报》出人意料地刊登了2张宋教仁的遗照，就是这2张，一张衣冠整齐坐在椅子上，另一张却裸露上身躺在床上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2张反差如此巨大的照片呢？原来在给宋教仁拍摄遗照之前，众人发生了分歧。他的朋友黄兴主张让宋教仁衣冠整齐，以表明其生平光明正大。另一些人则认为宋教仁是被人暗杀的，应该把他的伤痕也拍摄出来，给后代留下一张历史性的图片。这2张遗照就像2颗炸弹，在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引起了轩然大波。时任国务总理的赵炳钧当天就在悼词中希望宋教仁一路走好，大总统袁世凯也说要厚葬宋教仁，所有费用都由国家承担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几天后这2个人都纷纷成了谋杀宋教仁的犯罪嫌疑人。他们怎么会和宋教仁遇刺身亡扯上关系？究竟谁最有嫌疑？宋教仁遇刺案背后到底有哪些内幕？今天我们将从调查宋教仁被刺一案的督察程德全、民立报记者范光启等人的回忆中去发掘这段最真实的绝密往事。宋教仁遇刺后全国轰动，激起各界共愤，一致呼吁缉拿凶手，彻查背景。作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要求江苏都督程德全限期破案，案法重惩。大总统都发话了，此事不敢怠慢，我立即下令上海警察厅悬赏10000大洋捉拿凶犯。随后程德全派人赶赴案发现场沪宁火车站，寻找刺客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。与程德全同行的还有上海《民立报》主笔范光启。《民立报》是革命党人在上海创办的一份重要报刊，宋教仁生前也曾担任过主笔。范光启与宋教仁交情很好，他自告奋勇赶赴凶案现场，发誓一定要将凶手大白于天下。宋教仁临死的时候太遭罪了，这个人不仅仅是我《民立报》的同事，他也是我很好的朋友。
我们经常在一起聚会。他遭到枪杀，我于公于私都得全力报道这件事儿。我不能允许他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。果然，刚到案发现场，范广启和程德全就发现了几个疑点。疑点一，据目击者反映，案发当晚火车站人流如织，但一向在站台维持治安的巡逻警察，案发当晚并没有出现，就连枪响时也没有巡警出来维持秩序，这样的情形实在太反常，一定有猫腻。案发前后，这火车站上维持治安的巡警到底去哪儿了？很明显，一定是有人买通了火车站的工作人员，故意让他们消失了。疑点二，现场曾有人看到，案发时刺客离宋教人的距离只有几步之遥，如此近的射击却击中了宋教人的腰部。由此，程德全推断，凶手的个子应该不高。在随后的调查中，一个目击者证实了程德全的这个推测。有乘客说，刺客个不高，小眼睛，穿了一个黑色的军装，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，而且在逃跑的过程中还不慎滑倒了，但他并没有惊慌。根据我的判断，他应该是个行刺的老手。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居然敢行刺国民党的高级领导人，这个事儿太蹊跷了，一定有主谋，幕后指使。这个幕后主谋既买通了火车站的人，又策划了这么严密的刺杀行动，依我看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买凶杀人事件。俗话说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就在程德全悬赏捉拿刺客的第三天，也就是3月23日午后，一个穿着长袍的古董商来到巡捕房，声称自己知道凶手是谁。刚开始这个古董商说话还吞吞吐吐的，想说又不敢说，我说没事儿。现在袁大总统都下令抓捕凶手了，有什么事儿政府会保护你的。这古董商才开了口，你猜凶手是谁呀？竟然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人，青帮大佬应奎成。这个传说中的应奎成是何许人也呢？他为什么要雇人去杀宋教人呢？要说起来，这个青帮大佬在上海滩确实大大有名，也算是上一个民国大腕儿。他表面挂着中华民国共进会会长和江苏省驻沪巡长两个头衔，实际上是帮会的头目。当年闹革命的时候，还给革命党人提供了很多的便利。宋教仁遇刺前一年的1912年，孙中山前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，还是应奎成组织卫队护送的，负责沿途的保卫。之后，应奎成又被任命为总统府卫队长。在此期间，孙中山对应奎成可谓是信任有加。这样一个人会是刺杀宋教仁的凶手吗？据这个古董商回忆，几天前青帮大佬应奎成私下里找到他，拿出一张照片说，这个人是我的死对头，你把他杀了，枪由我给你，事成之后给你1000大洋酬金。一听要杀人，古董商颤抖着说，我生性胆小，平时连杀鸡都不敢看，实在没有胆量杀人。刚一听这话，应奎成立马拉下脸，事情就这样过去了。谁料今天一看报纸上的照片，这个古董商人才知道，应奎成让自己刺杀的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宋教仁，这才急忙来报案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这么快就锁定凶手了。只要能抓住应奎成，我就可以去找袁大总统领赏了。程德全做梦都没想到，
案件调查能这么顺利，立刻对应辉成的行踪展开调查，很快就找到他的下落。此时此刻，应辉成正在上海湖北路的一个妓女家里。程德全当即带了一路人赶过去，一脚就踢开了妓女家门。应辉成就在房间里和一个妓女在嬉戏聊天，看我们来了，应辉成这家伙脸色一下就变了，拔腿想跑，被我一下按住，戴上手铐。嫌疑犯抓着了，但必须还有证据。程德全立刻把应辉成带回了应府进行搜查。得知刺杀宋教仁的幕后主谋被抓后，民力报记者范光启也急忙赶到了应府。你别看这应魁成啊，名字叫得挺有文化，这可是不好惹的主。贩卖鸦片，开大烟馆，他可是上海青帮老大的得力助手，黑白两道混得不错。可是，他跟这宋教仁无冤无仇，他行刺的最终原因是什么呢？很快，在搜查应府的时候，手下发现了一个个子不高、小眼睛的男人，神色特别紧张。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。再联想到目击者曾经说过，凶手就是一个矮个子、小眼睛的男人，难不成我眼前的就是凶手？宁可错杀一千，不能放过一个。我当时就决定先把他抓住。嘿，真没想到，他居然就是刺杀宋教仁的凶手。这个杀手的情绪特别的奇怪，一说起杀了宋教仁，很自豪，一个劲儿地说：“我为四万万同胞除了害了。”听着我就来气，要不是程都督拦着，我一定教训他。随后，程德全在应辉成家搜到了一把六响手枪和三枚子弹，经鉴定，子弹规格与宋教仁体内取出的子弹相同。由此看来，在应府内抓获的那个小个子男人，确实就是刺杀宋教仁的凶手。凶手、主谋全部捉拿归案，案子查到现在，似乎可以结案了。但程德全隐约感觉到，事情并不像他看到的这么简单。刺杀宋教仁的这个矮个子凶手名叫武世英。小混混以外面搜捕正紧为借口赖着不走，直到被捕。应魁成和宋教仁一个是流氓头子，一个是国民党领导人，按理说应该是井水不犯河水，那么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仇什么怨呢？难道真如程德全想的那样，这背后还有什么隐情呢？程德全很快在应辉成家进行了第二次搜查，竟然搜出多封来往于上海和北京的电函，其中一封写道：“毁宋仇勋位，相夺机宜，妥筹办理。”毁宋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程德全再往下看，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。看到电函上的名字，我顿时脊背发凉。内务部秘书洪树素、总理赵秉钧，这都是高官，难不成刺杀宋教仁跟他们有关？
原本就要了结的刺杀案瞬间又变得扑朔迷离。究竟谁才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主谋？很快，在另一封电文里，程德全又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。1913年2月2日，青帮大佬应奎成发电函给内务部说，孙、王、黎、宋运动激烈，您当呼助宋任总理。看到这里，程德全才有了一些眉目。原来国民党是要力推宋教仁当总统的，应奎成捏造罪名诋毁宋教仁，这么看来，毁宋也许就是诋毁宋教仁的意思。可程德全继续往下看，就发现事情有点不对了。第二封电函中写道，若不去宋，非特生无穷是非，恐大局必为扰乱。读到这儿，我忽然明白了，这去宋不就是要除掉宋教仁的意思吗？应奎成发给内务部的最后一封电报印证了程德全的推测。1914年3月21日上午9点20分，正是宋教仁遇刺身亡的第二天早上，电报中应奎成报告，匪魁已灭，我军一无伤亡，堪慰。匪魁即指宋教仁。事情到了这儿已经一目了然了，应奎成肯定是奉内务部的命令杀死了宋教仁。那么内务部这个幕后主谋到底是谁？内务部肯定跟总理赵秉钧脱不了干系。难道他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而杀了宋教仁？这可怎么办啊？我就是一个小小的都督，查这么大的人物，我从哪儿下手？搞不好我会掉脑袋的。就在程德全愁眉不展时，突然接到了袁世凯秘书打来的电话。这个电话让程德全更加迷茫了。张秘书说，这几封电报非同小可，不能外泄，让我立刻把牵扯到中央的这几份证据送到北京，不用做正式报告。挂了电话，程德全更加感到此事事关重大，处理不好，自己这顶乌纱帽都可能不保。然而就在他愁眉不展时，国民党方面竟也打来了电话，要求程德全立即公开电函。这下程德全完全不知所措了，总统、总理竟然都牵扯进来了，宋教仁死亡背后究竟还有多少没有解开的疑团？重压之下，程德全思来想去，最终还是决定冒险把这些绝密电函公诸于世。一时间，全国上下一片叫骂，媒体纷纷将矛头指向时任国务总理的赵秉钧，说他就是杀害宋教仁的幕后黑手。其实这种猜测啊，也不无道理。当时赵秉钧的身份地位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可谓是民国相当大的腕儿。而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赢得国会选举，马上就要将他扳倒，当上总理，这不是直接威胁到赵秉钧的地位吗？由此看来，赵秉钧确实很有可能就是指使杀害宋教仁的幕后主谋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总理赵秉钧却在报纸上反驳说，他和宋教仁既是同僚又是挚友，宋教仁住在城外，离城区数十里地，有时候来城里办事儿晚了没法回去，就住在他家里。不仅如此啊，宋教仁欠了5000多的外债，可都是他赵秉钧帮着还的，因此他万万不会对好友痛下杀手啊。那么赵秉钧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的？1913年3月30日，宋教仁追悼大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，口口声声说是宋教仁好友的赵秉钧却没有出现，
而是派了他的一名亲信参加。悲痛的人们看见赵秉钧的亲信群情激愤，纷纷指责，指使谋杀宋教仁十有八九是总理赵，但是他位高权重，想要逮捕他必须要找到有力的证据。今天我倒要看看他的这个亲信会不会露出马脚。追悼会现场，赵秉钧的亲信面无表情地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，然而他的沉默不语并没有让悲愤的国民党人消气，反而越骂越激动，追悼会完全变成了声讨大会。突然，这位赵秉钧的亲信再也忍不下去了，突然走到台前高声说道，有人要杀宋教仁，但绝不是赵总理，赵总理不能对此事负责，但此责必有人负。听他这么一说呀，大家都愣住了。我原来只知道这宋教仁跟总理赵秉钧他们俩关系很好，大家都指责是他杀了宋教仁，开始我表示怀疑，结果听总理的亲信这么一说呀，我确信无疑了。我忽然有个想法，如果刺杀宋教仁不是总理赵秉钧干的，他为什么不敢公开的说出那个人是谁？只有一种可能，那人的官儿比赵秉钧还大。赵秉钧已经是总理了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那人是谁啊？不敢想，也不能想。第二天，报纸就刊登了宋教仁追悼会上的事，街头巷尾再次炸开了锅，老百姓把怀疑目标直接对准了国民政府。这下赵秉钧慌了，急忙发通电说，本总理与宋案无涉，中央政府与宋案无涉。然而越是急于开脱罪责，越是让人怀疑。不久，赵秉钧竟称病住进了医院。1913年4月13日，国民党人在上海再次为宋教仁举行盛大的追悼会，当天到场的人数近20000人。在众多挽联中，国民党领导人之一的黄兴所写的一幅尤为扎眼，前年杀吴禄贞，去年杀张振武，今年又杀宋教仁，你说是应奎成，他说是洪树祖，我说却是袁世凯。吴禄贞是北洋高级将领，张振武是著名的革命党人，他们俩都是被刺杀身亡的，嫌疑最大的凶手就是袁世凯。这次黄兴把刺杀宋教仁这笔账直接算到了袁世凯头上，也不是头脑发热，而是袁世凯有暗杀的前科。一个月前还说要厚葬宋教仁的袁世凯，如今突然成了幕后真凶。袁世凯无疑是民国最大的腕儿，如果真是袁世凯杀了宋教仁，那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？1、2、3。1912年，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，为了不让新成立的国民党夺权，袁世凯多次派人拉选票，可贿赂、收买、威胁、恐吓，所有能用的手段都用尽了，最后还是没能成功。纵观国事，即无疑善状可书。现在接到各地报告，我们的1913年2月，也就是宋教仁遇刺前一个月，宋教仁带领的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竟意外击败了其他政党，成为第一大政党，而宋教仁极有可能成为内阁总理。到时候，袁世凯这个大总统就是个只有名头没有实权的摆设而已。这对于贪恋权力的袁世凯来说是无法忍受的，就连袁世凯的秘书张一林也有了巨大的危机感。宋教仁本来就天天喊着反对袁大总统，说他专制，说他独裁，
如今这国民党赢得了选举，宋教仁要真是当上了总理，这下一步还不得直接把总统给换了？那我岂不是也得卷铺盖回家了？国民党赢得选举后，袁世凯更是心急如焚。他一直以为宋教仁是个嘴皮子厉害的理想家，没想到还真有一大帮人愿意为他效劳。思来想去，如今最好的办法就是拉拢他跟自己统一战线。1913年2月，北京的冬天异常的寒冷。这天晚上，趁着凛冽的寒风，衣着单薄的宋教仁应约来到袁世凯家的府邸。袁大总统马上拿出一张50万的支票，让他去买身新衣服。50万换成一般人早就感恩戴德的接过来了，可宋教仁居然把支票推了回去。宋教仁的拒绝让袁世凯异常尴尬，可袁世凯并没轻易放弃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和宋教仁挑明了，希望不要再搞什么责任内阁制，收下这笔钱以后自己当了皇帝，好处自然是少不了的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可这句话在宋教仁那儿偏偏就不好使。袁大总统想要拉拢他，可他居然不识抬举，待了没多一会儿就走了。他应该知道跟袁大总统对着干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青帮大佬应奎成、民国总理赵秉钧、临时总统袁世凯，这三个民国大腕，究竟谁才是谋杀宋教仁的幕后主使呢？为了彻底查清幕后凶手，还宋教仁一个公道，黄兴等国民党要员组织了特别法庭，要求对此案进行公开审理，并要求有重大嫌疑的总理赵秉钧到庭受审。然而这却遭到了袁世凯的反对，他说这不符合约法呀，还指使司法总长出面阻挠。不仅如此，1913年3月31日下午2:30，第一次开庭预审还发生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。犯罪嫌疑人武士英突然翻供了，他说刺杀宋教仁都是他自己的主意，别人无关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刺客武士英的突然翻供让案件调查再度陷入僵局，法官只好传唤了犯罪嫌疑人应奎成，企图从他身上找出突破口。这个应奎成更滑头，对之前的证据一概不认。再问到为什么武士英会在他家里，他居然说因为看着武士英像凶手，所以才把他留下，为了向巡抚举报早点抓住凶手。至于那些电报，他说那是就是向上级汇报情况，根本没有其他的意思。显然武士英和应奎成已经串通好了，虽然明知道他们在撒谎，但法官也拿这两人没有办法，这次预审只能不了了之。两个犯罪嫌疑人被押回监狱，听候发落。武士英和应奎成应该是分开看管的，他们根本没有见面的机会，也没法商量，一起翻供一定是有人指使。1913年4月24日，程德全再次来到看管武士英的牢房，准备和他好好谈谈，然而牢房内却异常安静，程德全叫了几声都无人应答，心中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可能坏事了。离老远我就看着武士英躺在床上一动不动，他的脸朝着墙，叫了他几声没反应，我赶紧让狱卒打开门看看，还是没反应，我就拿起了一根棍子轻轻的一捅，他顺势就倒在地上了，我一摸已经没劲了。武士英死的时候手里边有半个馒头，
很明显，这是被人毒死的。唉，这个案件最重要的证人没了，要找到幕后的主谋，真是难上加难呐。宋教仁被杀的真相迟迟没有结果，幕后真凶从未浮出水面。1913年7月，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，讨伐袁世凯。然而因为双方力量悬殊，两个月后革命宣告失败。黄兴、孙中山纷纷出逃海外，而这却给了正被关押的青帮大佬应奎成一个机会。趁着兵荒马乱，他联合着狱中囚犯越狱逃跑，躲进了青岛租界。查了这么久，好像绕了一个大圈子，又回到了开始。武士英虽然是谋杀计划的执行者，但他就是个替死鬼。真正的大鬼，谁又能知道呢？然而，就在宋教仁遇害的九个月后，几个与案件相关的嫌疑人竟然纷纷离奇死亡。1914年1月19日下午，一列北京开往天津的火车上，消失了半年多的青帮大佬应奎成被人割断咽喉，倒在一片血泊之中，当场死亡。一个月后的2月26日，时任民国总理赵秉钧突然在天津暴病身亡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赵秉钧为什么会突然死亡？应奎成又是被谁下了毒手？这一系列凶案，是不是有人要将他们杀人灭口？出头的宋教仁正是干一番事业的好时候，但他还没来得及大展宏图，就不幸遇害。而三个最有可能谋杀他的民国大腕也死了俩，青帮大佬应奎成和国务总理赵秉钧的死因也和宋教仁一样扑朔迷离。有人说这三起案子只是巧合，也有人说所有这一切都是袁世凯的阴谋。可如今呢，人都死了，也没办法查证了，所有的一切都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团。好，再次感谢收看绝密往事，下期再见。1933年5月，蒋介石下发紧急制裁令，一个落魄的旧军阀蒋介石为何非要置他于死地？行动突击却无杀手可用，七天期限过半，目标却始终不知所踪，刺杀该如何进行？一个熟悉的背影，一扇碰巧打开的窗户，又如何让整个行动峰回路转？军统历史上的第一次刺杀背后到底有何玄机？去年吮指原味鸡赢